喺依個時間段遊學州係最好嘅。因為咧，你行條街你會聽到，聽唔聽到啲鳥叫啦？跟住行到半路咧，你會聞到啲好香啲花香啦，同埋成個感覺都係綠油油嘅。Hi, 我是 Sophia， 今天我們來到天堂的下面、不是地獄的地方，就是杭州啦。我們經常都聽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，一提起杭州大家可能想起他，或者他對金錢瀟灑的看法。錢是世界上最容易得到的事情，我從來沒碰過錢，我對錢沒有興趣。同马云讲普通话的口音很容易就听得出他是浙江杭州人，而他的出生地更是阿里巴巴梦想启航的地点，同时都培育了很多新兴行业。在杭州每244个人里就有一个是主播，每12个人就有一个做直播，而直播龙头公司抖音更加将他的营运中心放在杭州。而你知不知道，除了做跨境电商的一哥之外呢，杭州是中国六大古城之一，有人叫它是世界遗产之城，因为它拥有了三大世界文化的遗产，包括了西湖、京杭大运河和超过5000几年历史的量渚古城。而且杭州西湖和人民币纸币一元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。这是不为什么的秘密。咁我哋一齐发掘下，睇下有咩好玩啦！我哋一齐出发啦 ，Let's go！ 今日嘅天气特别好，前几日咧就系咁落雨，今日有太阳啦，你睇下几靓！咁依家咧趁住天气咁好，我哋就准备过去坐船游西湖，而家行过去上船嘅地方。每个人来到杭州呢，有时间一定会来西湖打卡的。就好像喝奶茶一定要加牛奶，成件事先完美。今年亚运会会是杭州九月份开幕的，相信到时呢都会很多人过来打卡。话咁快我们就到了卖船飞的地方，还见到新兴品牌 Burby。我们现在上船啦。游西湖通常有8个玩法，就看看你想怎玩，可以是两层高的大船或者小船，如果你喜欢自己撑过去都 OK 的。那今次星期六呢，我们就选了交通船，那它由朝头早9点开到4点半，那我自己就建议呢越早去就越好了。杭州好出名的雷峰塔就在前面呢。Hello， 冇同我 say hello 嘅耶，有人 say hello 啊！嗰边好多人啊！我哋入去睇下系有啲咩特别。我哋睇讲哇，啲人咁长啊！哇，那这个钱啊，系三潭人鱼嗰个，您可以拿着，然后拍一张。好啊好啊，借弟弟嘅一蚊。咩？依系一张一蚊，咁我睇睇一蚊后边。一蚊后面呢一张图咧，系咪同我哋个背景好似呢？因为呢个图咧就喺度取景噶啦，呢个就西湖嘅三潭人鱼。喺呢个时间段，四月初到四月中游杭州系最好嘅，因为咧。你行條街，你會聽到，聽唔聽到啲鳥叫啦？
真系好似仙境咁样啊！呢度。来到咁靓嘅仙境，自自然然就成日见到佢。哇，真系真人靓过相镜啊！哇哇哇哇哇哇哇！你睇下，真系迷死万千少男啊！同埋我发觉咧，当地人真系好中意影相，特别系后生嗰批人，好中意咧专门着住啲汉服啊，化晒妆去外面影相。咁又系嘅，青春无敌啊嘛！在西湖这个景区里走呢，很搞笑的，你每走到一个地方呢，你觉得个景色都完全一样。刚刚那边是翠绿一点的一个景色啦，我这里又觉得有少少秋天的感觉。在后面即是你部电话拿出来呢，你影相录 video， 你真的一日不用半日你就用完这边了。行西湖边咧，你留意一下其中一个特色咧，就系话你会见到条路咧一棵桃花，然后隔篱咧就有一棵柳树嘅，跟住之后你再行咧就一棵桃花，一棵柳树，一棵桃花，一棵柳树。好多人啊，非常多人，你看看全部都是人龙。我们现在准备去吃一间杭州非常地道的餐厅，而且它的名字讲出来你会想起一个人的。爸爸喊你吃饭了。爸爸喊你吃饭了。令你想起你外婆啊。它的名字叫做外婆家。咁我哋入去食外婆嘅菜啦，定系就是杭州先有得食的特色小食。葱爆块儿。我找到我小时候吃的东西啊，白兔糖啊。哇，现在劲多口味咯。哇，16种口味啊，咁贵多嘅。哇，还有雪糕啊。